不可能的，就跟这个没关系。可是刚才我讲的不是熊，不是熊本吧？那这个后面不是熊吗？熊吧。对吧？你看现在没得，他说的是就他说的是啥呀？抽象的。冒号的这个部分吗？冒号。冒号或者什么语法呢？冒号就是日系的冒号，日系的都是有冒号的，就是上面没有冒号。你有都是宣告的，所以那边是一个脑上的宣告，下面那个八九层的开始。仅仅是有一点，不是没有空间。再说他不用管这个。啊？他怕是比较好脚位比较好。有他，有我那个要怕是吧？房间给他是怕是出了火。我比怕是房间不让你们关注。我不知道我这样子对不对，我现在把 4A 的这里就是抓进来之后，还没有波滚，你还没有少按一步波滚。哦，要按波滚。这样你再没有闪，就是表示我单位进去。这样子灯有在闪。哦，再闪就是没有。没有电路对。哦，按没有闪就没有。没有闪就是download完了。哦，啊，这样我怎么知道它的执行？所以你要去微风那边去看波形。哦，这边看波形。所以这个已经是它回来的结果。那你可以打开 IO， 你就可以知道哪个是 in 还是 out。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是 out。 对。可是这原本之前存好的波形。刚刚你没有电路，所以 output 都是固定值的。但是你刚没有跑了，这是原本一打开就这样。那你可以先把它清掉。清掉欸。Editor 那边。你可以 clear output。Clear。可以，这个，就两个 output， 然后你按够，它就会按够跑电路进去。啊，所以你就可以，这时候你可以去改波形，因为这个很简单，就可以跑改波形，然后再按够，它就会根据你的 input 的改变 output。哦，所以我直接改 ABC 波形，这要怎么改？就是你要到编辑模式。我刚刚哦，我把它放大了，它这边就是放大缩小。哎，缩小 ，OK。啊，你说波形要改要切换到那个编辑模式，这个对 ，OK， 它是一个 clock 在编辑，对，这个就是从第一个 clock 到第二个 clock 你要输入什么字哦，好，那你也可以 insert 或者是，啊，对，就是可以编辑它 ，OK， 所以我先进入编辑模式之后，现在还在编辑模式吗？对对，你要再把它按回来，它才会离开，好，在。按掉，对，因为颜色会变。哦，了解。哦，了解。所以我可以改，比如说这个，或者是下面，我改下面，下面怎么会看？诶，它都会在上面。下面要点那个讯号。要先点这个。对对对。哦，它现在有作用的那个，预设是第一个，预设的第一个。哦，那个好，那再按，先按掉，再按 go， 对 ，OK， 这样就会根据 input 的改变 output。啊，那这个应该就是什么电路？这个是全家器。全家器。全家器。OK， 嗯，再来是一个。所以如果我要换别的，我继续 open 可以吗？还是我要？对，可以 open。可以继续 open。继续 open。要你存档，就按一下存档，要先按一下存档，
LU 这个图像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清掉，这个是旧的。哎，有没有？还有这个很好的，现在有，所以我要先清掉。这个现在没有。然后电路要换，因为刚才的电路是刚才不一样的电路。电路要换。对，因为你现在只是开 project，啊、所以你要从电路download到相对应的 LU 的电路才对。我现在是也可以 run， 可是行为就不对。会是旧的。对对对，会是以那个行为。这个。要破本。要破本是这个。破那么快。对，就比较。那没亮，没闪了。哈哈哈。OK。那所以我要波形那边。要回到波形那边按破。OK。所以这个是。哎，这个可以切换成实境问吗？有啊，这边可以切换。就是你选讯号，然后 format 也可以换。好，讯号 format。嗯。这个。再过去，再右边一点。这个。最上路这边。哦 ，format。它是一个个去选，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要哪个讯号要换。啊，可以全选吗？全选换。哎，可以。好，可以。那如果到 LU 的时候，还是用实境会比较好看。好 ，OK， 这是 AP OP Out 51240 35，哎，这是主板吗？51240。RP0 看那个说明，他应该有说明，他有那个文件给他。你说我们的记录吗？204 53，这应该是减法。151 16 51，然后166，诶，165和51 OP 是2，结果是166，好像又不像乘法，不像乘法。看说明就好了。说明在哪？应该范例应该有说明。哦，每个范例都有说明。看它的这个 sample 的，好，范例说明。OP 0是加1是减2是哦2是增加哦那没错2是加1、3是减1然后4是 end OK 那没错那不是2元运算是1元运算所以这个搭配这个模式就变成你开始要改电路，就是去改电路，然后 compile 完，再重新 program 那个电路，然后再跑 recon 这个。我等一下。直到你的正确。我等一下再把这个 LU 拉出来。你可以换成你自己的。先不用，我先用这个，然后重编一次。欸、对对对对，这样你还会更完整。对对对，那个部分。这样子这边你做后面这一段。前面还有 compile。可是现在又碰到一个问题。这个 PDF 到底要怎么算出来？强制结束是 auto 还是这样 ？auto 你觉得？哎，可是应该不用，我这里要切出去。对对对，按它要微回 Windows， 都是按它吗？啊，对啊，我知道，因为你的万能键会切到这里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左面。我用它这里回到这边。哇，这好像有点麻烦的，应该没有办法把它关闭吗？你说那个？哎，刚刚 PDF 吗？对。就是哎，不好意思啊，直接关闭嘛。就是你刚刚这一个嘛。对。对啊。我也不是。Windows Tab 啦、啊，Windows Tab 也是切换的。哦 ，Windows Tab。就是我们班，我们不是就是 Windows Tab 嘛？你说把这个，这个整个关掉嘛？就至少回去桌面。回桌面，对啊 ，Windows Tab。那你家 Windows Tab 这个还是开的？
对啊，这个要关掉就是 Auto F4 啊。Auto F4 真的 Auto F4。那为什么？我没有骗你啊。哦，因为我们手机没有关叉叉那个功能啊。可是通常会有。手机没有叉叉，来，会啊，你点一下，它就会结束啊。menu 键你回商城关掉。因为它要学 iPad 啊。平板里没有关，它要学嘛？对对啊，对 iPad 这样也不会关 ，iPad 稍微不会上一层。iPad 是很单机，有的就是那个有显示没显示这样的，它应该有，应该有个滑鼠的那个，不知道怎么滑关掉，没错。哦，是哦，它也有一个手势，有一个手势会关掉。滑鼠。OK。因为叉叉它之前那个 Windows 11的那个手机就是这样用的，结果就。因为很小一颗，对，就很难，人家就说它很烂，所以他就要换一个，就要学一样的。因为他还是用他 Windows 思维去做他那个东西。可是大家用他东西还是用 Windows 思维去用，因为其实我们又不好用，对吧？我们要这个 Windows 桌面，我并不要看那个平板抓来抓去的。对，他们只是可以关掉，不要出现的。不行，真是不行，他们是。他预设就是那样，你要回到桌面，你也可以，但是你不能把原本。像老师这个可以升级 Windows 8.1 啊。哦，是哦，可以升级 Windows 8.1。因为你像这个没有，这边没有 Windows 的那个图案，8.1 就会多一个，多了那一颗，让人家比较习惯。有开始就对。可是那一颗并不会有程式级，按了就是切，就是跟你按这一颗是一样的。所以有开始又回来了，他改了没有开始，就还开始又回来了。人家觉得懂。我记得之前就有人说，我为什么要按开始来结束呢？是不是你要关机两下？我们应该把这个 A 楼又抠出来。没有功能，只是那个功能，反正他用的只是壳啊。啊，看你看鸟都没有。而且我先做出，就做出脚位就好了。我还有我可以做脚。就是我，那我是怎么做？你就算不是阴道吗？不是。有阴道吗？我没有阴道。你怎么解决？我用脚位对。那就是对高分子高，就是这两个 pole A pole B pole B 其实一样，所以我才说他你要手动看的，因为你没有什么感觉，其实比较可能的话，没关系啊，哦，这样再加一层就可以了。pole A pole B 应该是他接到周围的，我们先打个打包。你看看是没关系，你可以做它反顾。先，我觉得它那个波的波比因为真的要波上来，得我们还得加一层，还有一层是多少？因为打包里面的 SD 跟 D 机，波的波太低。手动就把它全部放进去。
他这个晶片的号码最后那个 N 这里好像没有，他 D 到 C8 就没有了，后面多一个 N。 哦对 C8N 那好像没有到 N 对不对？那这里的型号好像对啊没有到 N，所以我选这个 C8 应该就可以。对对对，啊，这边我都不用设嘛，就是 default， 就 default， default。OK。然后我的范围里面加一块，这个这个是假的，是我刚这个真的是错的。
可以知道谁不知道吗？你全部说明这两个选手。挂班，班挂班选，你这里打扮的位置要夸张。班夫，全部都聊到谁在吧？这里 QSF 这个我可以直接把它喂到里面。对啊，可以啊。里面吗？对啊。那如果我要直接把它喂到里面，我应该直接用这个档案。可我现在是只有给一个点不一档。对，所以你要到 Post 里面。那我把这个 call 过去的话，你先不去这个目录。哦，那个我已经做过了，我现在希望说从点 V 档开始，然后去做重做一遍。对啊，就是你要对，你可以把 QS 放到你那个新的点 V 新的点工作位置。OK， 这样会比较清楚。好，那我把它放在这里同一个位置。那、啊、已经有，已经有了，是一起 copy 过来的。哦，没有，它产生的，是不是？这是它产生的，你刚才有按那个东西，但是我没有做 pin planner 的动作，我没有做 pin planner 的动作。那不然你看它内容是什么？它现在产生的内容，那个 QSF 是跟我们东西一样，是不是？它就乱空白，对，它没有散，它没有散，对，所以要覆盖过去，要覆盖过去，所以这个是。对，直接把它直接剪贴，恐怕会有 encode 的问题，还是我改上去好。QSF。这样子的话，像 Codex 那个要重新改 ，Codex 对，要重新改。这边 Pin Planner 就不用了。对对。但是这边的话，可是我这个专案我没有把那个 QSF 对，所以要这边要把它加进来。要加进来，它是在哪里加？这边应该都可以加吧？应该这边就可以直接右键可以加。六件可以加来，应该可以加。OK， 那 Workers 不能加吗？还是这个 file？ 对对对，那应该可以。对对，直接选去加的。
QS。档案类型要改一下。嗯？就是它档案类型。最好是改全部就好了，全部再次选。哦，全部反正它自己会认的。哦，它会认的。那 OK 就好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按那个？哎、嗯，刚才还没有真的加进去。还没有加进去。它只是选择。OK 好。那所以我，我这个 virus 要念一些东西啊。OK， 对，刚刚没有真的想到，对，然后 QS 开启，然后 add， 对，它这样就会进来。OK， 好，这样才有进来。那这时候我再去做这个 start comparison。这个是前端的，对，按 start comparison 就是会到全部 compile 完，哦，就把那个档做出来，就会把上传档做出来，就是那个，对 ，RBF 对，它那个 RBF 档到就是一个 bitmap 的东西，对，应该就是的，因为我看到其实有人在 open source 里面，他其实在做这个两个网站。工具，嗯，但是做的很难，从就是可能不太能用。通常很难知道它 Git 里面要做 Campaign 到 Ship 里面那个太难，所以他有跟你讲，可是他们不会讲。对，他们都对但是，所以你很难直接做出图跟它一模一样，不太可能。通常底层还得靠它的团队去要改。所以目前还通常要靠他们两家，因为他只要改一点东西，你的东西不能用。其实做这个风险很大，因为。都是他自己的东西啊，他说，所以也没有人要这么做，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处。刚刚讲那个大陆他们在做，这个他们从零开始做，就有人这个意思。对啊，他们一定要这样做。那个就是 FPGA 是自己的，所以一定要从头开始做。对。我一直在想 ，open source 好像没有人，就说有人试图这样做，可是其实好像做到一半他就停。做，因为那个最后会牵到硬体，对，他就那个要花很大的钱去做 app， 那个要很大的钱。但是他没有做硬体，他就说，哎、欸，一样管子，然后呢，他工具链做出来之后，他可以配，他可以就是说，我把它 compile 出来，变成那个同样的那个 bin 那个档案之后，然后他可以插进去，然后他可以测试一个简单的。东西可以 OK 的，对。啊，但是之后他就放弃，他就没有持续的一直去改进这一个，嗯，因为可能不会做的比别人好，所以对，因为他没有公开说你很难，你只能踹出哦刚好做法，可是原厂自己工具还是最完整的，对，这个就，所以那个只是算 break 说哦可以做出跟他一样的，可是对，就没办法。不太容易，都要长期的投入啊。OK， 哎、欸，所以现在这样该做出来的，应该已经做出来了，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去开，就准备换从头开始建，从头开始建。从头开始建，我应该 new。对，另外一个 project。另外一个 project。然后选择，看你要在哪里建一个 project。你要改名字。你说是那个 module 是什么？还是那里可以？你把忘记了，但是等于，先记一下。我记得这个是 PHD。就是这个抽不一样，是什么？
它没有实体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错误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个错误？就哎，说的是很快的。老师说清楚这个东西。这个有啊，错误在哪？这个就是这个，简单的意思。为什么？我们尽量的，我觉得因为白痴应该太聪明了。所以你说是没有其他活动这个部分，所以是那有可能吧。第一个可能就是第一层，就看到没有这个很多的那些，那大概就是拿出，再拿出，再给几个出来，再最后一个是固定的这个，先给你这个，它是定义的东西。就是做够那个，就是做够那个，就是做出一点点的给你一点东西。不确定性，我们到时候再看怎么讲。还是我觉得是应该让观众承诺他的，我们录的东西，观众可能会猜东西，就是你要告诉的东西，那可能那也是什么东西，就是对。但是应该是像三八九很好的概念。我什么呀？对吧？你太急了，基本上都是。还有这安息方式。OK。从头到尾操作过一遍。这个 L U。OK， 这边，然后，嗯，波形。如果波形要直接汇入这个 Calibri， 汇入 S Bench 吗？或者什么？就汇入。
刚刚这边就范例。可以 output 然后再 input。范例的部分，哦，可以 output 再。我们的范例的 Rayon Project 里都已经有波形了。都已经有波形了，啊，是哪一个档叫做是波形档？哎，名字副档名字的。其实都在新的到 DB 里面。好的。你这样直接 call 的话，就刚刚好可以。好像的。所以最好是用 output。它可以汇出，就是直接 output。所以假设我要把这个讯号的这个输出，然后可以 project to output 的图块。哦。我可以单独把这个讯号，然后看我要用什么形式去存。嗯。存档。然后滤镜。嗯，然后就会把这样，然后就去存，它就存出一个到 OP 点 OP， 那这个存文字档，哦，它每一行就是一个 class， 哦，那这个 OP 点，哦，每一行是一个 class， 一行是 class， 它就这样子招送去把写，哦 ，OK， 那里面的写法就是看我是十六进的还是十六进的写法，哦，用不着 ，OK。那如果要 input 进来的时候，就是假设我一个讯号一开始是空的，对，那我也可以用 input 方块了。OK， 那我就会汇入，然后这一个讯号我要汇入哪一个档？啊，就用别的程式产生这些，哦，然后我起口，或者是你一个电路的输出是下一个电路的输入的时候，嗯，你也插存档吗？这边就是选我刚存的是什么格式，嗯，那上面就是 test bench， 所以可以选。哦，如果是 test bench 的话，就是这边。哦， test bench 可以放在这里。我 input 这边都是产生 input 的嘛，嗯，然后它按时到，它就会去 pass 这个档，嗯，然后就做出 pass 是个 clock， 嗯，啊，就是帮你输出。啊，因为我是存同一个嘛，嗯 ，OK， 了解。有 test bench， 所以它是 test bench 是比较就是我们发的上面版的一模一样的，对啊，就是我们集合，只是包装不一样，它片比较小，对啊，就是我们集合。那我们应该可以用，对啊，我们可以用。改一下包装，包装比较多。我们是这个，我忘记了，我不知道。